平安，各位在座的各位，我相信一定都是非常喜爱听萨克斯风演奏的来宾跟朋友、亲朋好友。那我们在这个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呢，来到忠孝路教会呢，那我们有来自于台北的友团，也就是风萨克这个萨克斯风重奏团。子曰呢，这个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么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这些从台北下来的这个风萨克这个重奏团呢，他们呢都是由一群退休的校长、教授、老师，那还有家长会长组成的，所以呢召集了喜爱吹奏萨克斯风的这些社会人士，那各行各业，有律师，有医师，有教授，那么所以呢阵容非常浩大。那么他们成立在102年的十月，那目前的团员呢有46名哦。那待会儿呢我只是帮他们介绍引言。其实呢，你们看他们这样子，其实他们平常也非常的热心公益哦，就是到台湾的各地呢去演奏募款，然后呢捐赠给当地需要资金援助的，或者是需要帮忙的一些团体，或者是一些弱势族群这样子哦。那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去演奏的时候呢，就会顺便募款，顺便募物资，然后顺便就是在当地演奏这样子，跟大家共乐。那今天呢，他们来到我们台中呢，缘起于这个那个我们的王玉文老师，还有他们的蔡伯松老师，然后中间牵线，然后因为我们有一个。待会儿下半场的时候会有一位小巨星那因为小 Q 的关系呢，他的仪仗呢就是我们的苏奕宽医师。那因为他喜欢学萨克斯风，然后呢借由他的老师，也就是蔡伯松老师，是指导这个风萨克的重奏团的这个指导老师，然后就这样子牵线。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猫头鹰重奏团的团长燕姐，然后成就了这一段就是音乐的交流。那接下来呢，他们要为我们带来的曲目呢叫 Shop of You 这个是当时的电影里面，那第一句话的歌词就讲到说The club is not the 就是不是要去找到你的真正爱的人的一个地方哦。那所以呢，我接下来的曲目呢，他们的风萨克呢，他们会有自己的主持人会讲。那我只是帮他们引言介绍出来给大家认识。那现在就请大家热烈的鼓掌欢迎有朋自远方来的风萨克 ，OK。Thank you.
咏怀金曲嘉年华，吹奏成员真善美，这就是我们今天疯猫爱上音乐响宴的焦点。的确，经典的神曲，典藏的是回忆，流传的是爱情，风靡的是青春。今天我们一并的送给大家，回想1996年在美国亚特兰大的奥运会，主题曲有浓浓的原住民风情。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回味、重温一下我们呢这首原住民音乐，以及日本美空云雀的《川流不息》和李千娜的《心花开》，祝福大家心花朵朵开，好运旺旺来。我们一起来欣赏风萨克乐团。Thank you.
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像春风对面唱。Thank you.
谢，谢谢大家的掌声。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一个转身，夏天已成了故事；一个回眸，秋天已成了风景。就让我们许给自己一个灿烂美好的下午。接下来带来两首好听的歌曲，《城里的月光》以及《望月想爱人》，感受一下在我们甜品之都台中不一样的风情。谢谢。Thank you.
生若梦一场，尘缘似花一季。的确，每一个人在人生成长过程中，总是背负着满满的酸甜苦辣。只要我们永葆起心动念的初心，其实我们都能转念回甘。有这么一首歌曲，相信大家很熟悉，它从夜市传唱到艺术殿堂，它深深的能够呢回荡我们心灵深处，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由林少英老师编曲的《心是谁人知》。
谢谢大家的掌声。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我们猫头鹰重奏团的杨怡嫣团长上台，接受我们的最敬礼。谢谢我们杨团长呢，带领了非常优质的我们的团队，催生了我们这一次呢曼妙的音乐响宴。我们请我们呢风萨克乐团的团长董显德医师颁发我们的锦旗以及我们精美的纪念品。真的，这一次呢，我们猫头鹰重奏团的好朋友们非常的热情，不管是软体硬体，从我们呢节目单，然后设计等等，非常非常的棒而精致。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美丽大方、气质优雅的杨怡嫣团长，谢谢，谢谢他们。来到台中，我们深深的感受，台中呢是一个令人称羡、宜居宜室的幸福城市，而且有我们最喜欢、最喜欢、最棒的我们的萨克斯风的好朋友以及团队在这里。我们谢谢，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的杨团长，谢谢。团长，我们爱你，谢谢。风萨克乐团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团体，它是个公益团体，也是一个音乐表演团体。我们的成员非常的多元，可谓是异界联盟。怎么说呢？因为我们有律师，有医师，还有我们呢商界的董事长、总经理，而大部分是我们在校的很多很多的好朋友，教育界的先进。我们有一位教授，五位校长，三位主任，13位老师。你就想想看，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团体。我们团长呢，带着我们用爱与关怀。我们的理念是送爱到偏乡，公益助弱势，所以喜欢我们的音乐或者呢认同我们理念的好朋友们都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接下来我们来到这个交流的音乐会，我们的重奏班的好朋友也想要来带来好听的歌曲给大家。第一首是音乐之父巴赫的副歌曲578，第二首是由王岳文老师编曲的好听的瑶族曲，以及韦伯荣获7项奖项的成功的音乐剧《歌剧魅影》，来，给我们掌声欢迎，好吗？谢谢。
Thank you.
谢谢大家的鼓励，谢谢我们团长带着我们用爱与音乐，让我们所有的团员特别用特别的斜杠人生的方式成就了很多很多的好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休息十分钟，下半场就由华丽的猫头鹰重奏团登场，大家休息一下，谢谢。不晓得观众朋友们，应该耳朵很痒哈，还在想听下半场的音乐会，那么就请大家先回到座位上来坐好哦。那接下来呢，是我们下半场那个猫头鹰重奏团的那个演出。那讲到这个猫头鹰呢，其实4年前我就在这边主持过他们的十年有成的，也就是莫忘初衷的他们的十周年成立十周年的这个音乐纪念会哈。那当时呢，我看节目手册还不需要用到老花眼镜，然后4年后，我现在看节目手册需要拿老花眼镜出来。那我要提醒大家，就是我拿了老花眼镜看了这些节目手册之后，发现如果大家还没有到后方去拿今天的节目手册的话，我真的要告诉你们，你们一定要去拿一本回家做珍藏，因为里面呢，他都几乎了写了这些曲目的由来，为什么他们会选择这些歌呢？然后会选这些歌曲乐曲啊。所以呢，如果你手上还没有今天音乐会的节目手册的话，你一定要一步到后方去拿一个节目手册拿回家珍藏哦，因为这是他们花了很多的心血哦，两团呢所共同结晶下来的一个很棒的一个爱的结晶品哦。对，那大家也可以带回去呢做珍藏。那在我介绍这个猫头鹰萨克斯重奏团之前呢，我相信大家如果是猫头鹰重奏团的铁粉的话，应该对他们都不陌生哦。那我让初次如果说听他们演奏的这些来宾们，让你们知道说，其实猫头鹰呢，它成立在2008年的时候，那么是由一群医师还有医师夫人他们的眷属，然后所成立的。那当初为什么会取名叫做猫头鹰呢？那实在是因为这些医师这些夫人平常呢在诊所或是在医院帮忙这个业务，然后很忙的状况下10点了，下了诊之后有的人是开刀啦，有的人是门诊啊什么的，很忙，他们还要呢到这个固定的时间去练这个萨克斯风。那纯粹于是因为
他们爱上了外遇的对象，不是老婆也不是家人之外的，然后他们原来就是天天黏着什么萨克斯风，所以呢他们常常回到家的时候跟老婆老公讲说，哎呦我恋爱了，哎呦外遇了，跟谁外遇啊，跟萨克斯风外遇。那会让这个带领这个猫头鹰萨克斯风团的这个指导老师呢，为什么会让大家这么的爱上这个萨克斯风呢？我想也是因为他们有一位非常知名的，我们称之为萨克斯风王子，其实称他为 Kim 也不为过，是真的哦，因为他是我们国内首位在萨克斯风系拿到学位的哦，首位的这个萨克斯风演奏的这个学系，那他还有得过就是国外的一些大赏大奖。那接下来呢，我们呢，猫头鹰呢，因为已经14年了，所以呢，我们一直在栽培小猫头鹰。所以等一下呢，要登场的呢，是我们未来的小猫头鹰巨星啊。那我们来欢迎一下蔡依林小 Q 上场为我们演奏。那蔡依林她曲目呢，要阳明春晓，还有一步之遥，以及我们都耳熟能详的女人花。
很精彩哈、哦。我们的小 Q 蔡依林呢，是我们猫头鹰重奏团里面的苏奕宽医师的侄女。苏医师跟大家挥个手吧。啊，小 Q 呢，蔡依林呢是他的侄女哦。那所以呢，我们猫头鹰一直在培育下一代的小猫头鹰。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都可以。那依林呢，他是跟那个蔡伯松老师学习的哦。那下面的曲目呢，是《一步之遥》。我们的依林呢，今年呢将要进入国中的管乐队啊、哦，对，然后、接下来呢这首歌呢是他跟他的恩师蔡伯松老师一起演奏《女人花》，师生合奏，是不是掌声要更大声一点？欢呼声。
超好听的尖叫声，他们的师生合奏真的很棒哦。我们的小 Q 哦，才要读国中而已哦，哦，真的是未来是我们的猫头鹰之光哦，应该会是一个未来的巨星哦。那接下来呢，由我们猫头鹰萨克斯风重奏团啊，要为我们大家来演奏《Memory from Cats》这个。我想刚刚我们前面有听到风萨克他们也有演奏那个《The Phantom of the Opera》。那接下来呢，是由我们啊猫头鹰萨克斯风重奏团，那么要为我们演奏这一首就是历史上面很成功的一个音乐剧《Cats》啊。那曲目上在节目手册上面都讲得很清楚哦。那这首歌呢，这首曲子呢，乐曲呢，是由我们的王玉文老师所改编的重奏谱哦，那也是由王玉文老师呢会独奏，那我们猫头鹰呢会协奏。那请播影片。Thank you.
真的是听得如痴如醉哦。那刚刚我们看到的后方呢，有一个打击老师，那个卢安怡老师，她是我们王玉文老师的爱妻，大家也给她鼓掌一下。我记得我有访问过玉文老师哦，我说，哎，那你带领这个猫头鹰重奏团啊，你觉得，哎，他们这个萨斯风重奏团啊表现怎么样？然后老师竖起大拇指说，应该是他教过的所有的团当中最高质量、最高素质的。他一直觉得说，医师应该算是社会中的精英嘛，哦。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就由猫头鹰重奏团为我们演奏下面的曲目，是美国风情画。Thank you.
下，太厉害了！我们猫头鹰重奏团的每一位，你看都可以独奏，都可以怎么样？太厉害了哈！刚刚这个曲目呢，是由这个管乐团，日本的管乐团由岩井直谱所编写的，但是萨克斯风的重奏谱呢，是由我们王玉文老师所改编的哦，这么厉害，把五首曲子都串联在一起，而且。更厉害的是，我们这些猫头鹰重奏团的团员们有办法这样一口气的连吹五首好听的曲子给大家听，大家是不是应该要更热烈的鼓掌一下？刚刚呢，他们在吹奏的当中呢，哈，有看到几位团员会站起来起立一下，哈，我们顺便介绍一下，Soprano 有杨怡嫣团长，啊，我们的廖文正医师。他是我们的前台中市诊所协会的理事长哦。那还有许天贵医师，那我们的 Auto 有王文杰医师，林志伟先生他是老师哦，戴义宽医师，还有杨朝红医师，还有苏丁信老师。那我们的 Tenor 呢有魏宏达老师，蔡贝英老师，哦，好，还有那个洪芳怡医师，詹雅婷女士，好，黄世豪医师，没有，今天都没有出场哦。OK， 那么我们的 Barento 呢有李世怡医师。还有洪玉明医师，所以在我们听完了这五首重奏曲之后呢，你们有没有发现猫头鹰呢？他们是团员是越吹越年轻，有没有？不像我，四年后我要戴老花眼镜看节目表，他们是越吹越年轻。所以呢，让我们回到我们那个年代，小虎队的时候，应该是吧？那个青苹果乐园，接下来这首曲子献给大家。Thank you.
刚刚我们后方有一位，就是也是应该是打击老师，是不是？好像忽略到他了，没有介绍一下他哈，可不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哇，因为戴着口罩，所以我都认不出来了。原来他也是我们的猫头鹰虫肉团里面的团员蔡佩英蔡医师，他是一位牙医师哦。他刚刚打那个鼓，我真的是让我神乎其技耶，我真的认不出他来，因为戴着口罩。哦，原来是蔡佩英医师哦。OK， 那我们接下来的曲目呢是《知足》。那，我常常在台上吼听他们演奏之后都会恍神，你知道吗？因为会就是会坠落那个乐曲里面，听得太迷了这样子，然后会忘记要介绍下一个曲目。那我们下一个曲目呢是五月天的《知足》，你就可以知道，你看我们越吹都是越年轻的曲目，有没有？好，那我们现在来领赏一下。
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的曲目真的是多彩多姿哦，真的又有电影的主曲，然后又有 opera， 啊，真的实在是每一个人真的是能歌能舞的感觉。好，接下来这首歌呢，这首乐曲呢是《派对动物》，那么也是五月天的曲子，那么也是由我们王玉文老师呢来改写这个重奏谱的哦。那其实，有没有这几年来的疫情哦，真的是让大家，所以今天大家都这么的平安喜乐，能够在这边领赏这个音乐会哦，真的是有时候真的是就像刚刚那个曲目，我们真的要懂得知足哦。那接下来的曲目是《派对动物》，那请大家领赏。
我上次在那个访问那个王玉文老师的时候，那他有小爆料一下，他说哦，我们的团员，我就问他们说有没有什么艺文啊，或者是一些小事情啊，我比较不知道的或什么的，可以爆料一下的。他说啊，那个我们的那个廖文正医师啊，只要每次吹错的时候哦，他都会说是老师谱写错。对。所以其实我们猫头鹰重奏团的每一位团员啊，其实我们都很像家人一样，大家都相处起来都是蛮愉快的哦。那接下来这首曲子呢叫做志明与春娇。好，哎，其实我来这边当主持人其实是让他们就是拉迪赛一下，让他们可以喘息一下 take a breath 的一下，不然他们真的这样子 连续吹哦，我有时候在台上看我都觉得嘿呀，哇，我可能半路就已经要 CPR 了这样子。好，下面一首曲子是志明与春娇。
真的是太厉害了哦！这所有曲子都是玉文老师重新编写过哦。然后我看每一位团员几乎都能够独奏，都可以到街上当那个街头艺人。每个人真的是都吹得很好。那接下来的话还是五月天的歌哦，《恋爱 ING》。掌声一下，好啊！声无够大声，搁较大声嘞！伊是分较足用力的呢，好啊！声搁较吹落去哈 ，OK。那接下来的话是我们大合奏，我们请风萨克的一起上台。我觉得刚刚你们的这个掌声哦，实在是不够热烈，你知道吗？哦，他们在台上吹的真的是好辛苦哎。那接下来的话呢，两团呢的音乐交流呢会一起大合奏贝多芬的快乐颂，所以呢，等一下要给足更大的掌声哦 ，OK。好，我们请蔡伯宗老师。哎呦。Thank you.
小 Q 要献花给他的老师蔡老师。那谢谢他们的合奏曲，下一首曲目是《快乐天堂》，由我们王玉文老师来为大家指挥。有安口曲吗？老师有安口曲吗？老师一直在讲说，这挤就拍弹呢，我还够给你分，还够给你指挥，还够嘿。那么台下的亲朋好友要拍照的要快点哦。
个站啊，喊一二三站。谢谢，我们今天音乐会已经超时了，大家都赚足了，好。